不好意思，我们直接从这里出来吧，没关系的，就杀这刘。 杀的流，交闪可以，哎，这就越跟闪了，这还跟什么闪？对，走了。哎，这寒冰很骚啊，这寒冰很骚气呀、啊。 跟不上，算了吧，走，不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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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套我虚弱，那牛头只要 Q 不到我就行，没关系。我们先 Q 这个螳螂，好，上寒冰 ，Q 寒冰，先上寒冰，可以，再上螳螂 ，Q A， 不行了，没有伤害了，二换三。 二换三还行，其实。我把这扫描换了吧，因为我们一血，相当于我们只亏了200块钱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 莫甘娜为什么不动？不知道啊，这谁知道啊？我们没升。兄弟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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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种时候，辅助就要果断的卖自己，知道吧？对。莫甘娜这波要是死了，他就跟个猪一样，真是一头猪。说。 是一头猪都有点侮辱猪了，我跟你们说，都有点侮辱猪了。他们的阵势将无不停摆。抽一下。 好点，这寒冰很骚啊！我这一看，等个三吧，等个三级我右一点，你直接放个 Q 就行。 挺能走 A 的啊，努努来，开个 W 点，这牛头没伤害，没事，这牛头根本就没虚区，给你吃个炮车，黎明就在眼前。 兄弟呀、啊，这线儿不推也不行啊！这线儿不推是真不行，你知道吧？没办法，这只能快点推了。这是。
没招了，这我先来个小皮海小日炎，哎呦我这狗头人，哎一下漂亮，守在前线，牛头过去了，我们先插个眼啊，我要上了，注意一下这个螳螂闪现吧，这没办法，出 A 打不了 A E 炸，哎呦这虚区不太够啊，这虚区没炸死，嗯，来我这里集合，还好这波卡莎钱吃到了啊，还可以接受，努努应该是有闪但没用出来，再绕他一波，那牛头没在，那牛头，那牛头肯定没在，这个寒门人应该是有闪现啊，我们最好是别先交易，让他走呗，让他走呗，直接扣他，然后指敌护兵在哪，这余震给震死了，这没办法，那余震给震死了，咱就没招了，我们别上去点去啊，让卡莎上去点去，我们有日炎，这流头二连我啊，我就别打，先杀螳螂，一过来晕住平 A 往前追，哎呦我天，这都能死，流头武术还我可能也得来个，我来个铁板还吧，武术还其实没啥用，我们跟刘还不一样，卡莎等级有点低，我估计他出去那一瞬间，哎呀没知道，好，等卡莎六了可以打，等卡莎六了可以打，卡莎五级打不了，享受太阳的荣耀，哎，这每一刀我都惊了都。下边寒冰没有大啊，我们可以打一波。虽然他流头有大，不过我们也有大了。他要回家，回家补给一波，行，我们也回家补给一波。上路五五开打野还行，中路五五开，下路四六开，不过寒冰不出盾攻我是真没想到，我是真是没想到，别打了，下边直接开干啊，
六手解打。先把螳螂给杀了，好，螳螂死了。那么咱落在干嘛呀？我们先晕这寒冰。拿不了回头子，哎，赚了！这波一条龙加两个人头，血赚呢。哎，他不死还好。AD 跑了，其实 AD 跑的对，我跟你们说，因为莫甘娜血太少了，他不可能再上去给他扛一下的，那狗头有两个 Q 他就死了。在这等一下啊，这边寒冰可以杀。努努爱干了，这可不行。这边螳螂来了。放柳一开，别着急，回头子给大 Q 流头，炮点炎流头子，卡莎有大，我们可以闪现紫这个寒冰。闪现紫流头，没事，别给我孤立无援，他杀不了人。啊，不能一开扫描一下，你给我把他杀了，换就换了，无所谓。我们换他一个打野还是比较赚的。无论刮风还是下太阳，日炎了，可以啊。流头出钢铁烈阳之匣，我就不出，他就没有一颗自己塞的心，你知道吗？这流头一看就是个铁混子。保持警惕，再射我，那 ADC 射我一下，让他打两下，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嘛。你怎么搁家这么长时间呢？还出些什么东西呀？这我就知道他们家下路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觉到下路去了，给大招控小兵，能杀一个不？
费点劲，这牛头长塔真他妈的硬。哎，别往出出了，这还往出出干嘛？算了，来个针眼儿。小龙其实可以试试这一波，但牛头没有大招。可以杀呀，这寒冰，如果你能 Q 得到的话 ，Q 啊！你有什么好怕的？你 Q 啊！哎，妈的，你没知道啊！干嘛呢？为什么要进塔里边抠啊？这也没明白啥意思啊。哟，这狗头人不走，有点意思啊！你要杀我，你可以试一试，你可以试试你的虚区够不够。我闪现 Q 他吧！哎呦我操！我收他吧！伤害是真高呀，还好我够肉啊，还好我够肉。这要是出个钢铁烈焰之匣，是不是打不死了你呢？走吧，上路绑一波，寒冰应该过去了，小心点啊。对，那寒冰跟那个牛头应该是到位了，这里100%有眼吧。这里没有眼，给个炮车吃啊，回家出个大腰带去，中路插个线眼啊，来个大腰带，我们来个反甲。怎么干辣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扣着人打不过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盾呢？早怎么不放盾呢？先把寒冰给他霸住，抽一600，还行啊。螳螂来了，先抽牛头，再抽牛头，
那牛头这么幼哦，啊？我也蛮幼的，但是不知道他们有那螳螂有没有翼啊？有翼我们肯定是死了。嗯，这个出完我得出骑士之士了，出个骑士吧。其实这波还行，三换二，啊，三换二，换了个寒冰，换了个流，还可以接受。这个积木好骚啊，这个积木。扫一下看看搁哪。Oh my god， 你居然可以这个样子修钢，我是真没想到啊。我不明白你亮什么牌在我面前。什么干辣为啥不套盾呢？可以追，惹不到算了，你不上。那么干辣那盾的流头二连之前不套盾，哎我操，人家连完了你把盾套上了，我都不知道干嘛。不知道为啥不点折磨观众。嗯，为啥要点呢？我不明白我们家输的点在哪儿。你给我个炮车能死是不是？是不能死啊？能死不？你他娘的！给个钱就这么难？我会保护你。不是这24-34，我们的我7-25我都翻盘，我为什么要点呢？我都搞不懂点什么东西啊。这有什么好点的？呀，没事，他死定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指着积木吧呢？天津积木。往草丛里边撒眼，抽螳螂，指牛头，呀，又没指到。大龙兄弟们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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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速度打龙，快！速度，快点儿的！翻了。快点的，那莫干辣怎么让寒冰给杀了呢？我都搞不明白。还有这寒冰为啥烧成这个样子？还是让他给拆了，中路少一波不？那莫干辣怎么能让寒冰给杀了呢？哎呦我操了，我用脑子都想不出来为什么莫干辣能被寒冰给杀了，怎么杀？有盾有翼有 Q 的这种英雄还能清线，为什么会被寒冰给杀了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
给个骑士指示。来啊，卡莎！绝对不能倒下！来呀、啊，这终于就留头一个，左右边插点眼啊！偷着可以，我就不用大沙子流了，浪费。来，左右边插眼啊！可以，小龙，小龙，然后回家守一波吧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谢小龙，谢小龙。没有人去上路守狗头，那我去守去吧。我加守一下。直接杀，直接杀，直接杀！寒冰，我操，要塔不要命啊！这人，哎呦，穿上去了，保一下啊！别踩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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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呦，我踩了，好像能一波试一试啊！这流头没有大，我们先扛塔啊！他有大，有大也没有。那有大那流也不好使，扛一下就可以了。哇，这寒冰真能点！别着急啊，这波先给大招定，都我先走，骑士姿势给一手，那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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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好啊，莫甘娜回城的位置真是顶呱呱呀，我只能给你个大大的点赞。卡莎死了，红给他留一下啊，这卡莎杀死六个了都。先把积木的雷给他排一下子。下路线应该是清完了，我们可以中推。绝对不能倒下。这流头插眼都插到我们家来了，先挡一会儿，先挡一会儿，直接中路推，直接中路抱团，别让那螳螂偷啊！我会保护，别让他偷。看看能不能把那罩给它破了，可以往前追，可以往前追。那螳螂把技能用了，先杀螳螂啊！知道了，抠一下。那莫甘娜的抠哪去了？回头杀狗头吧。我们指这边 AD 啊，抠一下套点盐。往前闪现 Q A， 知道，扫描一下，别踩雷，
把雷清了 ，W 一开直接一波。刚发弹幕的还是个蓝色的弹幕，也不知道干啥。勾在那儿，叶秋秋点斧折磨对，折磨水友，那有什么好折磨的呢？折磨啥了呢？你慢慢玩呗。